动画 Colorful Pastel Librom Permuta 改编自武士道所推出的卡牌游戏卡片战斗先导者。动画确定于2019年1月放送。近日官方公布了动画的角色声优及最新视觉图。本次公布的声优有为 Snouted 配音的武田罗梨沙多虎，为 Cannon 配音的平里萌香，为 Final 配音的仿木里组，为 Serene 配音的原野光，为 Carol 配音的近藤天音。这部动画由佐藤踏真担任角色云岸监督，游戏村纯二担任，系列构成为横手美智子，动画制作为 CV Arc Pictures，角色设计被桥本贵己。TV 动画讲述了五个人与少女的日常故事。The Music 是在海洋国家活动，风靡全球的大人气人与偶像组合，他们拥有超强的歌唱力和压倒的魅力。Step 原作，武士岛监督，西村纯二角色原案，藤真踏哉系列构成，横手美智子角色设计，桥本贵己动画制作。Seven Arc Pictures Cast Sonata 奏鸣曲，武田罗梨沙多虎 Canon 卡农曲。平利萌香 Final 谢幕曲，仿木力作 Serene 小夜曲，原野光 Carol 欢乐颂，近藤天音